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正言上人纳履足迹。有句静思语说，人生你有所有权，只有生命的使用权。我们不能操控生死，却可以掌握如何使用自己的人生。人的一生中，从出生的那刻开始，将经历许多未知的旅程，而生命的无常也经常发生在一瞬间。人生稍纵即逝，因此最可贵之处就是懂得利用，发挥价值，让生命不在于长短，而是活出人生的宽度与厚度。现在，敬请快来收看今天的节目。用不了很多话都来不及跟上人说，他每天要在山里要下工的时候，他会先一个工地巡巡的，因为他负责义工带阵的窗口，伊就烦恼讲明仔载工人要安怎排，安怎进行较会紧，然后伊回来就爱开始做功课，对一队的队长爱带的倒位，啊对一队。爱带去倒位，啊，就把队长包带。明仔载你带人去倒位，你爱较认真做诶。你一定爱互我安心，互事安心。然后功课做完，有当足暗啊半暝啊，伊爱跟敲电话，要钓怪兽、钓山猫、钓车。然后我甲伊讲，啊，即暗啊，不要紧，绝对袂当互事烦恼，一定爱互事安心。不管安怎，我用生命。你把这个工程完成，我不会有事烦恼，一定要全球的人看到我的事就是讲到做到。我这条生命一定要保证这个工程我要完成。伊讲他这世人拄到上人，伊总欢喜，讲伊连困嘛拢在笑，我将来最后我嘛会笑笑啊去。然后我当时要走，我知我咧对我嘛知，但是我坚定要倒来对上人，我拢不爱离开上人。所以很多是，他很多对上人的恭敬跟感恩哦，他来不及讲，所以我嘛感觉永别足有福报的。我绝对用生命袂要做甲讲，包括九二一，包括咱的正思堂，整个等等等等，伊拢讲我要有事安心。那就做完再走，出来了。他假如出来看到雨这么大，我们就越做越有干劲。这就是人间菩萨啊。是啊，人间菩萨莫忘那一人呐、啊，永别啊！是啊，师父的好弟子啊，所以来到高雄，未去和未记的永别啊。我到了高雄。说哈、啊，我这一回来，我看不到这个弟子，永远永远再也看不到他了。他是师父的好弟子啊。他的师姐就说了，他一说人人哭，因为呢，人人呢都是敬他爱他。为什么他被人人尊敬，为让那么多人的爱他，因为他用生命投入此境。不管我到了高雄任何一个角落都看到他，任何一个时间都有他，
而且呢，侄子要做什么事情，少不了他。可是他往生，为什么往生啊？他就是突然间还在净食堂，只是刚刚不动听送到医院去，他已经呢就几天后就往生了。当然啦，这都是谁都料想不到，但是呢生命他是真用，师父都叫他用背啊，他是很健康，什么事情他都会承担。没想到啦，跟他一个说不头疼，所以住院啦，就开始再也没有回来。这就是呢人生的脆弱。他还不到老年，他才60出头而已，没有老形态。人生啊，总是这样。渐渐的浮现呐、脑海中哦，那一群一群的人群也不断的涌现出来。是啊，就是亲像永贝啊讲的，我想人人跟永贝啊的心拢同款哦，师徒啊，有缘呐、这份缘呢，不只是今生，因为呢，我们是续前生缘，在今生呢相逢，而且呢重结，终结啊，来生缘，所以那是永生哦，这种生生世世。所解的呢是永生缘，所以呢是永续这个因缘。永贝啊，去底下的那蛋呐，500年前，就是几年前，是苏朵朵，可能呢10-20年后啦。在那个所在是读要读书啦，本来呢是相继相成，大家人互相在继续，大家人互相在传承，真正是哦，这一份缘要好好的大家人珍惜啦。我的女儿逸璇在6月5号的时候发病，当时病危紧急插管，我们还有两个双胞胎女儿。我真的很感恩我们的慈济家人有这样子的法亲缘，可以这样照顾我另外两个孩子，我们才可以这么的放心。主要就是父亲要来报告上人，就是说他很感恩有这个慈济，然后让这么多的法亲这样一路上，所以希望说上人能够给他最大的祝福。先帮逸璇，先帮逸璇姐姐，姐姐，来姐姐，姐姐，小五，姐姐，这样可以吗？现在瘦，可能现在很瘦，对，现在比较瘦，对。看上人还行，再给他，为他祝福。来，有没有这么小的？他说：“洪医师，到底要不要开刀？开刀可能成为植物人要照顾一辈子。”不开刀，那就顺其自然。我只能告诉你，我如果是你，我会帮他开刀。洪医师那句话给我们非常大的鼓励，让我们增加了非常多的信心。
所以我们就决定救我们的女儿逸璇。经过快十天左右，在她的脑部里面又发现了另外一颗脑动脉瘤，还在渗血，所以她一直都没有醒过来。还好，又是洪医师跟美惠师姐帮我们跟医护团队讨论。周玉成医师他也是我们慈济的医师，所以他看着逸璇这样子还带着佛珠，他就不忍他在受苦，彻夜他邀了四位医生开了7个多小时的刀，将他的脑动脉瘤处理好。就是这样子，我们在医院陪逸璇陪了80天，讨论病情的时候，我们一次一次的无助，都是洪医师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可以替我们去让逸璇关关难过，关关都这样子走过来了。我们只有趁着假日的时候，师姐会把我的女儿带来医院，然后我们全家才可以短暂的相聚，挤在一个病房里面。在逸璇的在住院期间，大家都共修的时候都为他诵经祈福，回向给逸璇，感恩所有的师兄姐，感恩我们的所有的法亲家人，我们才有这样子的力量可以度过一切。今天逸璇也有准备要跟上人说两句话。感恩师公上人、金色师父、智固师伯的祝福。感恩师公上人、金色师父、智固师伯们在我春病住院这段时间为我祈福，让我能重新站在这里。感恩大家，我会加油。走几步？看看高上人在笑哎，哈！哎，看是高上人哪里这么爱上人？你要加油！然后你是高上人带给你一条，给你最大的祝福，然后感恩是高上人要看上人，我再胖一点啦。有在进步。嗯，上人，好。你要天天手可以举起来，左手不可以，可以啊，有进步了。对，你看你看到上人手就举得起来了，好，好棒，蛮好。天天一个铜板，可以吗？1块5块都不要紧，还要放下去就是要用感恩心，知道吗？红包呢？好，还有红包了。红包有他在第二现场，他今天有入房海，在第二现场，你们入房海。各位师兄师姐，大家午安，我是王文君，今天要报告我们大爱的女儿曾逸璇，我的女儿逸璇在去年，现在那个记忆犹深，那时候逸璇还躺在床上的时候，洪医师也安排了来请上人为她祝福，现在逸璇已经可以亲自过来这边，跟上人感恩，因为大家的祝福、师父的祝福，还有师兄师姐的关怀跟支持与鼓励陪伴之后呢，他恢复得非常好，可是他在追踪之后呢，又在今年又发现他的水脑还是有水脑的状况，有阻塞，所以又去开了第六次的脑部手术，在第三脑室做造口，让他的那个脑脊髓液可以顺利的引流这样子，所以逸璇目前现在已经可以回到学校
上课，然后也是在我们原建的学校中心国中上一年级这样子。可是他在上课的期间，他每一周还是会回我们的慈院去做针灸的治疗，然后还有复健，每一个礼拜都会回慈院复健的情形。他常常是一边做一边哭，可是我觉得我们慈济的女儿就是这么的勇敢，有上人的法，有施工上人的法，她非常的爱施工上人，所以她从来没有跟我说她不要，她要放弃，她一直跟自己说她一定会好起来，她要当上人的好孩子这样子。对，然后这个是她在上课期间有空，她还是会跟着我们去参加我们的活动这样子。所以复健师说他其实已经快要不用复健，因为他这样子跟着我们一直参加我们的活动啊，在学校也都没有拿轮椅的，现在都没有用轮椅，都用这样子走路。然后老师说他很感动的一点是他每一次上课他的眼神是非常的坚定的，虽然他的记忆现在已经伤得蛮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严重，他的短期记忆是非常的薄弱，他要一直想才有办法想到会把那想要记的那些课业记起来，所以我会在用录音的让他一直重复听这样子。他每一次都跟我讲说他非常感恩他虽然生病还可以这么的幸运，身边有这么多人的祝福还有鼓励跟陪伴这样子。慢慢想，感恩施工上人在我生病这段期间为我祈福，还有师父师伯们的鼓励，给我满满的祝福，让我有勇气继续复健。我会更加努力做复健。长大后要当慈青，可以当施工上人的孩子，还要培训，再当施工上人的好弟子。施工上人，你要为我受证哦。希望上人能很。你自己要努力，要精进哦。好。感恩施工上人。啊，要加油哈、哦！赶快恢复，赶快健康。施工上人要好好照顾身体哦。彼此努力哈、哦。孩子哈、哦，长大了，现在很漂亮喽、哦，看好可爱的哦。那看到他呢，真的很有希望，生命啊，只要留得住都有希望。这孩子一直复健，一直恢复啊，这当中呢，可以走到我的面前了，来。一步一步走进来，一步一步走，啊，都很进步，你看，你看，这就是他的脚步，还要再加油。加油！加油！可以的，快到了！再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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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的，加油！你可以的。鼓掌！来，红包有了没？来，靠过来，给师公送了。好，为你祝福，有尊敬哦。将来呢，要做慈济哦，行菩萨道，可以吗？可以。愿意吗？你刚刚不是有发愿？要回答，你要讲大声一点。勇敢走，说出来。愿意。好，来，左手举高，举高，自己举到再举高，好，再来，看。太紧了，可以，还要加油。去年
方师公来，去年姐姐的那个竹筒，国一啦，是吗？国一啦，国一，国一就拿大的啦，过去是拿小的，现在长大拿大的，好来，可以，来，拿的，要记得要精进哦，加油哦，可以。好，就要继续，可以吗？师姐，你帮他拿吧，拿呢，红包。接好，做好事，知道吗？就可以进步哦，可以啊，为你祝福。小蚂蚁也可以爬西米山，这是我昨天从南投抓回来的。继续接，来，上学去写好功课，做书签，想诗两立，这个叫做想诗动，常常要记得我。可以哈，两位陪出邓去，哈，等一下拿书回去，好好看，啊，哦，这一本呢，啊，加油，祝福你，幸福啊，这个时光，慢慢走回去哦，加油，加油，慢慢走，好，可以慢慢的走哈。就是在精进，总而言之啦，菩萨们真正的要加油，化不可能为可能，感恩，加油。生老病死的自然法则，从古至今皆是不变的道理，唯一能转变的则是自己的心念。发好愿，做好事，朝着正确的方向精进向前，秉持正信正念，则能克服种种难关，突破危机。上人叮咛弟子，不要白来人间一趟，要好好挥洒生命的色彩，不轻易放弃人生的使用权，这才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价值与意义。感谢您的收看，正言上人那旅足迹，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